同花顺啦。嗯，我靠，有没有搞错？各位观众，比你大的黑桃 S 零。什么？居然有这种牌啊！我要召唤这张大老二，然后覆盖这张陷阱卡，结束这一回合。嘿呀，这是你逼我的赌神最高境界变牌，我又赢了。什么？居然有姚明的脸！应该是我们唐家的含笑半步癫才对。秋香姐，帮个忙吗？哎呀，小强，你不能死啊！小强，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球并不是那么踢的。不错，我就是赌神的弟子，赌啦。各位，我召唤这张大老二，然后盖上这张剑行卡，结束这一回合。